我天生胆小但不小小，我不爱读书但从不认输，我不想学武但短袖善舞，我虽不专一但不抛弃，我缺少豪气但讲义气，我不是英雄但谁是英雄，我不是天命但这是天意，千里姻缘一生子，发眉学问一肚子，酒肉朋友一桌子，兄弟姐妹一家子，千里姻缘一生子，发眉学问笑但不笑笑，我不爱读书但从不认输，我不想学武但短袖善舞，我虽不专一但不抛弃，我缺少豪气但讲义气，我不是英雄但谁是英雄，我不是天命但这是天意，万事流放一锤子，你能不能快点、啊、哎呀，快什么快啊！哎呀，我说姑奶奶，你能不能不闹啊？我们现在可是在逃命啊！照你这个背法，孩子都快被你颠出来了、啊！小点声！我就说了，不让你跟来了。你还敢说？哎呀！师傅，小宝。为师平日见你油腔滑调的，不老实，但是你能够在紧要关头义气为重，不贪图富贵，这很难得。只是徒儿没能保护好龟二侠一家，让他们命丧在清兵之手，实在是感到万分的愧疚啊。但求尽力就好。是是是，总舵主，咱们冒充清兵出城，很快就会被他们发现了，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。不好，有大队清兵追赶过来，他们人数太多，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，大家马上撤到附近的树林跟村庄，然后再行联络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走，小宝，快走。哦，走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公主啊，我呢现在是反贼，你跟着我没有什么好处，我建议你啊还是回宫去吧。啊，你个死小鬼子，又想逃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这样怎么跑得掉嘛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这前面有个屋子，我们先躲进去再说。都跟我来。哦。公主，干嘛？来，把这个穿上。蓉蓉、平儿，来来来，撤，撤，吁！你们四个去那边看看。撤，撤。张大人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儿只是几个不相干的农夫，你们赶紧去前面搜查。撤！你们俩跟我走，其他人留下。撤！
们肯定向北走了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臭小子，够义气。哎，这个人不抓我们，反而给你钱，看来是你的朋友嘛。咱们呢，接着跑路。好。教主和夫人幸福有享，寿与天齐。属下今日见到教主，那是精神大振。只是有一件事不太明白。什么事？哦，那日和教主、夫人别过之后，隔了不少日子，咱们教主倒是年轻了好几岁。哎呀，这夫人怎么好像变成了小妹妹似的？你这个小猴子，这世上啊，就属你最会说话。你这个臭女人，不要脸啊！动手动脚的你，我只动手，可没有动脚。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就动动手。走开！夫人，你也手下留情。她肚子里，她肚子那个她不太舒服。你这么一掐，她气上不来，她气上不来，她就会急气，就会变成屁。这一旦放出来，大家谁受得了啊？啊！韦小宝，你又多了一个老婆。什么叫多了一个老婆？小宝就一个老婆，那就是我。看来这小丫头片子还不太了解你啊。嗯，是是是，我们在相互增加了解。教主，你看这帮人咱们怎么处置啊？现在官兵正在抓他们，如果把他们抓去了，那六本四十二章经又没有下落了。不如这样，把他们带走，让他们跟我们回神龙教。谨遵教主指示。教主回岛，各路教徒快出来参见教主。韦小宝，你可真行，你用大炮将我偌大的一个神龙教夷为平地，这回你心满意足了吧？回教主，正所谓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教主，您重振雄风，再创新教，开张大吉，这是越烧越发，越烧越旺。教主与夫人仙福有享，寿与天齐。小宝，小宝，教主，这小子罪该万死，但属下一刀刀将他碎尸万段。不忙，这小子心中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，要想恢复我神龙教，少不了这件大事啊。是，教主高瞻远瞩，属下愚钝，难明其中奥秘。眼下最重要的是重聚众教，先下令陆高轩任白龙使，以补充五龙使之数。谢教主提拔，属下必当全力效命。五龙使听令。在。即日吩咐各地招拢旧部，召集心血，重振我神龙教。是是。赤龙、青龙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属下向来十分忠于教主，但是教主却放心不下众兄弟，实在让兄弟们失望。恳请教主恩赐宝台一金丸的解药，好让众兄弟心无牵挂，全心全意为教主效命。如果我不给你们解药，你们就不会全心全意吗？属下不敢。属下认为青龙使说的有理，本教自逢结束以来，从始至终跟随教主和夫人的是我们这几个兄弟，若教主信不过我们，
岂不让教中兄弟们心中失望？你的意思，就是你们这五个人的意思吗？启禀教主，我们没有商量过。不过属下认为，青龙使和赤龙使两个人言之有理。属下本来就是一个矮胖子，只因在海上遇见风浪，延迟归岛，以致爆胎易经丸发作，变成了现在的高瘦子，其痛苦难以形容。恳请教主恩赐解药。你们说的话，那全都错了。教主对我们不放心，那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好。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舍身奉命，岂能反过来要求教主？你们这些话，不都是以下犯上吗？本教一败涂地，都是败在你这种马屁精手里。胖头陀，在，你来接替黄龙使。谢教主提拔。你们几个所言极是，如果我不相信你们的话，我如何复兴神龙教啊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。这是爆胎易经丸的解药。老轩，这白色的解药你为什么不吃啊？教主，在下正在练功，经脉不顺，等我调息好了自然会吃啊。这是大学补身丸，对调节你的经脉是很有好处的。教主，不敢烦劳教主调息，我自己调息便是啊。你吃了它，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你胆子很大呀，教主，你既然赐了解药，为什么又赐比那个还要毒的百贤丸呢？这是什么毒？这是教主用一百种毒蛇的垂涎调制的毒药啊！你怎么知道是百贤丸？一派胡言！你这是在挑拨离间！我那是看见药方了。夫人叫我到药箱里找她要吃的药，我在药箱里看到这个药方了呀。胡说八道，夫人身体不适，为什么不找我赐药？为什么要找你啊？再说那个药箱我封得很牢固，你怎么能打开药箱啊？那是难道是你？你想要什么药可以跟我说呀。你有什么不舒服吗？他肚子里是有孩子了。你这个老笨蛋，自己都要生儿子了都不知道。他说的是真的，你想用那个药打下胎儿是不是？没错，你杀了我吧。这孩子是谁的？不用问了，我说了让你杀了我，为什么还不动手？哼，我不杀你，你告诉我这孩子是谁的。是你？不是，我视夫人为神明，岂敢造次啊！你这个老头，她是你老婆，孩子自然是你的了，瞎起什么疑心呢？真是老糊涂！你要再说，我就拧断你的脖子！原来是你这个叛徒！
教主，这是你的私事，跟我们可不相干。是啊，谁也别想活，我跟你们同归于尽。快走啊，快走，走啊，走。今后他们打起来了，哎，这有船，这有船，快快快，快上船！韦小宝，你要跑吗？跑？不跑，跑什么跑啊？啊，这边风景好吗？他们两个没来过，所以我带他们来看看风景。哇，你看那边。是啊，真好看。看风景，那为什么不带我？师姐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他一直对你很好的，你还发过誓，说要当他的，你不是忘了吧？我只能听从夫人的命令。你不过是吃了夫人的药，我也吃过的呀。夫人，你给我回来！我们快走吧，趁现在。啊，夫人，你说你跟我们一起走？这里只有一艘船，只能一起走了。教主要杀我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叛徒，我杀了你们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夫人，背叛我的人，我全把他们给杀了。你回来吧。夫人，你回来吧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会原谅你的。回来吧，夫人。上！好机会，咱们赶紧上船！快快快快快！来来来来来，上去！我先把他们两个杀了，然后再找你们算账。谁也不能走。你们谁也不能走！叛徒，难道你也背叛本教了吗？你这个叛徒！你只顾你自己，如果我帮你的话，以后你也会把我给杀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的内心就已经背叛你了。就从你逼我做你妻子的那一刻，我就恨你入骨。叛徒，叛徒，你们全都是叛徒！你爷爷的！小宝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在这里的五个人，那都是，反正你一个都不能杀。
你要是敢伤害他们其中一个，我立刻自杀。我不但不告诉你宝藏在哪儿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啊！哦，啊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啊？难道他肚子里的那个野种是你的？是又怎么样？宝藏我可以不要，我要你的命！小宝，快走！老婆，你在这里等我啊！呀！相公小心啊！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大秦的宝藏你永远都得不到手。还有啊，你死了以后，我就是神龙教的教主了。苏璇肚子里的孩子确实是我的。老婆，神龙教主已经死了，我们走吧。还愣着干嘛？快上船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居然抢人家老婆！你怎么又跟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勾搭上了？我打死你！你要是再说这样没规矩的话，我就杀了你！我打！不过你，我就饶了你呗。小宝，你看他这人……别说，小宝。怎么说，我跟他也算是夫妻一场。让我把他安葬了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安葬他也是应该的。小宝，以后咱们是住在这儿呢，还是回中原啊？这个地方是万万住不得了，洪教主跟陆先生的鬼魂非向我们索命不可。不过要是去中原，这皇上又会捉我去杀头的。对了，不如我们去通吃岛吧。通吃岛在哪里啊？那座小岛就是通吃岛了。如果你喜欢去那里的话，我们就去吧。好啊好啊好啊。什么破荒岛，我才不去呢。你要是不肯走呢也没关系，那你啊就留在这里。不过这座岛上有很多恶鬼啊，还有无头鬼、断脚鬼，还有被大炮轰出肠子的拖肠鬼啊，还有专门摸女人肚子的剁手鬼啊，还有你这个专门胡说八道的妖蛇鬼。以后你敢打他一下，我就打你十下；你敢踹他一脚，我就踹你十脚。听见没有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这么护着他？你自己老公死了就来抢别人老公啊？你老公还不是一样也死了？哎呀，贱人，你老公才死了呢！行了，都少说两句，这不触我眉头吗？什么？他也是你老婆？你以后再敢说出一句这样无理的话，我就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。那个毒丸的解药，我上船以后就给你们。谢谢夫人。别说什么夫人属下的了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就以姐妹相称。你们喊我全姐姐，我就喊你们妹妹，好不好？谢谢全姐姐，谢谢全姐姐。好，太好了。我们出发通吃岛。
这么多菜啊！最后一道菜，快尝尝我的手艺吧。嗯，好香啊！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饿了吧？快点吃吧。来，嗯，真好吃。吃这个，多吃点。嗯，你手艺不错，你也多吃点。人家贵为公主殿下，当然不肯跟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同桌吃饭了。全姐姐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在宫中啊，请公主用膳规矩可多了。师姐，吃这个，你也吃。你的手艺不错啊。奴才小桂子叩见公主，公主万福金安。来，全姐姐，你吃。你也吃。奴才已经将御膳备妥，请公主移驾用膳吧。本公主吃不下。公主，您乃是千金之体，万金之躯，倘若饿坏了肚子，皇上怪罪下来，那可是会砍了奴才的脑袋的。砍你的脑袋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奴才只是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可皇上若是把奴才脑袋砍了，那公主您肚子里的小奴才，那生下来可就没有爹爹疼了。那好吧，看在小小贵子的份上，本公主就勉为其难的吃一口吧。公主请。每天都这样请，那还得了？各位有所不知，在宫中当奴才的，像这样的戏码，每天不演个二三十遍才怪。来，公主啊，哎呀，给我啊！要吃的自己加，不然可就没了。来，这给你。这个好吃。走了。来。李姐姐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日就是在这里，你骗了我上船，害得我差点在冰天雪地里啊被冻死啊。我都跟你赔了多少次不是了，你老提这些，难道要我跪下来求你啊？那都不必，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，吃了千辛万苦才把你追到手的。哇，今日呢终于可以真正的陪着你了。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给我们也说说呗。他呀，他说要抓住你，在你脸上刻一只小乌龟。皇上派人来抓我了，那我们赶紧逃吧。走。哎，他们开的是战船，很快就会把我们的船打沉了。要不然咱们往树林里走吧。好，快走，快，大家都坐好。来，快，用力滑，来，我们追上去。祖母主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别担心，大家小心。陈梦公主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没事。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。不对呀，这里怎么会有大炮船经过？但愿如此，但是我看那艘船是向我们驶来，还是避一避的好。对，先避一避。哎，好哥哥，你看，向左船着火了，大家起船，快走，快船，快，二，来走。
你们看，那是不是我师父？双儿，双儿，相公，是小宝，小宝，师父，双儿，哎呀，双儿，你可想死我了！师父，先别说这么多了，咱们先离开这里再说。好，走走走，来来来来，快走！哎，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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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了这么久了，他们应该不会追上来了。几位兄弟，麻烦你们四周看一看，有没有官兵追过来。是是，走。哎，双儿，你怎么会和我师父还有风纪中他们在一起啊？风大哥带着我到处找你，后来碰到了总舵主，然后我们打听到你出海了，我就想你会不会来通吃岛，果然在这里找到你了。相公，我好担心你哦。我也是，我的好双儿。真恶心。他们两个怎么和你们在一起啊？我们在海上遇到了二公子的船，可是他们的船被官兵击沉，风浪太大，十几个人，我们只救出他们两个。哦，他们命挺大。快！保护总舵主，上！追！在那儿呢！站住！快！陈军师，你们逃不掉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师大人吗？韦军爷，怪不得对通知岛那么熟悉呢。石大人，你这次来有没有把我的金饭碗带来呀？韦军爷，他们都是朝廷的钦犯，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？我也是朝廷钦犯，石大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别怪本将军不客气。哎呀，不给我面子是不是？来，给我抓起来！不知道你是公主啊！哦，石将军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我无话可说。你杀了我吧！你为求自保，不惜背叛朝廷，做大清的奴才。陈军师，国姓爷怎么待我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军师，平心而论，国姓爷确实有对不住你的地方。可是我们深受国姓爷大恩，就算受一点点委屈，又算得了什么？难道让我学岳飞含冤而死吗？你就算不学岳飞，但也不能学秦桧。你卖友求荣，你为何投降大清？我的父母，我的妻儿老小，他们有什么罪？
国姓爷为什么把他们杀得一个都不剩？我要报这个仇！你怎能为了自己的家仇而去助纣为虐呢？石将军，今天我就放你一条生路，只要你立下重誓，重归郑王爷麾下，我就饶你不死，希望你立功赎罪，将来还是一条好汉。石将军，我良言相劝，望你迷途知返。要我回台湾，那我不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了吗？就算你能回台湾，我们郑家也容不下你这个奸贼。二公子，石将军他善于用兵，希望你以大局为重，只要石将军立下重誓，我愿以身家性命作为担保。哼，陈军师，他要杀我全家，你赔得起吗？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啊，台湾是我们郑家的，又不是你陈军师陈家的。陈军师，你对兄弟的情谊我师郎没齿难忘，但是再让我做郑家的奴才，想都别想。你呀，师父，师父，二公子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走不走？师父，师父，你没事吧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流了好多血呀、啊！师父，你赶快止血呀、啊！师父，师父，你不是会武功吗？你们还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帮我师父止血呀、啊！师父，小宝，我在。小宝，我在。人总是会死的。不会，不会。为师这一生，为国为民，无愧于天地，你不要伤心。师父，石将军，石将军，我能不能求你，求你一件事情？陈军师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。陈军师，你多保重吧。我们走。总舵主，总舵主，总舵主，师父，总舵主，总舵主，总舵主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师父。你还没教徒儿武功呢，你现在就教徒儿武功好不好？徒儿愿意学。师父，小宝，会不会武功其实并不重要，你一直都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为师能有你这个徒弟，为师很高兴。小宝，师父，总舵主，你要答应师父一件事。师父，你说，你说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是不是要教徒儿武功？好，徒儿一定好好学，再也不偷懒了。师父，师父，你不可以杀二公子。不行，他这么对你，
我一定要杀了他！小宝，宗舵主，宗舵主，小宝，师父，郭星爷对我有知遇之恩，他待我恩重如山，我绝对不可以杀他的后人。他可以对我无情，我不能对他无义。你要答应师父。不，徒儿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但是我一定要杀了郑和双。小宝，师父，宗舵主，宗舵主，宗舵主，小宝，这是为师最后的要求，你都不肯答应吗？行，我答应你，师父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可是你得答应我，千万不要死啊，师父。好孩子，小宝，师父，为师放心啊。不，小宝，反清复明的大人就落到你的肩上了，为师看不到那一天。师父，师父，小宝，你说，为师这一生最欣慰的事情，就是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。为师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宗舵主，宗舵主，宗舵主，宗舵主。曾想象你才似风流，我是那天香红袖。曾想象你盖世英勇，我为你击鼓温柔。渴望与你琴棋诗酒，渴望共你月满西楼，渴望陪你共成名酒，渴望有你无愁无忧。你不是我从小想嫁的大英雄，既不潇洒也不优秀，相守所求。你不是我从小想嫁的大英雄，既不潇洒也不优秀，偏偏被你的坏你的好引诱，死心塌地为你哭跟你走。你不是我从小想嫁的相守所求。